有你真好，台中市府卫生局推出长照 LINE 贴图，结合台中长照 logo 还有素材以及生活用语，展现超温暖的服务形象。而这一次呢，是邀请有儿童界蔡依林称号的泡芙达琳姐姐联名，一共是推出了16款超级卡哇伊的贴图。早安你好，吃饱没？有你真好。这些充满关爱的问候搭配暖橘色系的贴图，正是市府卫生局推出的长照 LINE 贴图。我觉得它带给一个我们蛮开朗跟外向的一个热情的风格，那它蛮适合给像我身边的好朋友长辈，因为它的字其实蛮大的，而且它的字都非常的简单易懂，那它可能有时候我懒得打字，我只要丢出去，对方他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此次联名的插画家有儿童界蔡依林的泡芙达琳姐姐之称，用最擅长的温暖插画风格创作出16款超 Q 贴图。在长照的部分，有时候大家想到长照会难免觉得比较沉重一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是觉得长照其实是很正向的，因为可以由政府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就结合了有在儿童界的蔡依林，那达琳姐姐来帮我们做这样的温暖的插图。台中长照 logo 成为另一项亮点，张开双手拥抱以及无限符号及新型标志，充分展现台中长照具备可信赖的 super 精神。高龄海啸的来袭，卫生局推动长照 2.0， 除了积极布建据点达1569处，为全国最多，还推出超 Q 的 LINE 贴图，要吸引年轻人关注银发议题，将台中打造为轻盈共融的宜居城市。